蒋雯丽日前被曝恋上小她16岁的同门新人黄轩，虽然消息遭到经纪人的否认，但传言并没有就此打住。更有知情人士爆料，蒋雯丽的正牌男友另有其人。就在这个风口浪尖，有媒体拍到蒋雯丽陪母亲前往一家按摩店，原本大大咧咧的蒋雯丽如今变得如同惊弓之鸟，到处躲避镜头，甚至不惜走偏门从草坪溜走。其实和家人一起做个按摩本该好好放松，何必如此紧张呢？